就像老年人穿的古话，就是讲女童织袜的不没有用，然后要你们这些小伙子、小年轻的小男孩来袜。三月三，荠菜花赛牡丹。大约只有民俗的演变，才会使得生活随着时令的转换，充满了仪式感。南京人会在农历三月三的前一天晚上，将荠菜花连同洗干净的鸡蛋冷水下锅，煮开后中火继续煮15分钟，将蛋壳敲碎后再煮10分钟，最后经过一夜的浸泡，蛋白泛着亮，清香扑鼻，最简单不过的白水蛋便就这样染上了春天的颜色。我以后有了孩子，对吧，我也会把他带到野地里面，帮他们挖，然后回去做给他们吃，让他们亲自动手去挖野菜，就是体会这个劳动的这个成果。年逾古稀的高爷爷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，但也从未感到过半分劳累和厌烦。房前屋后，但凡有土裸露的地方，他都舍不得荒废。大约只有经历过饥荒的人们，才会对这一切珍惜到显得有些吝啬。那个时候很苦啊，那时候真苦，肚子啊，饿得难受，吃野菜。市场见到青的东西，我们几乎都尝过了。不过20里的距离，这里也是最为繁华的市中心，有着最高档的商场和餐厅。我生在南京，我也是南京人，也算是个老南京人。不过我已经离开南京50多年了。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，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用唐代诗人贺知章的这首诗来形容老赵再贴切不过。50年的风雨漂泊，最终又踏回了这片亲切的有养育之恩的土地。我小时候从来也没有想过会离开南京，没想到一走就是50年。不过正因为离开了，才知道南京是多么的美，多么的有味道，太让我怀念了。现如今早餐中的一杯奶再平常不过，可时光倒退至50年前就要稀罕得多。那时候每天清晨巷子里传来的叮叮当当的脆响，老赵知道那是送奶工给他的暗号，他会用最快的速度跑出去，用最盛大的仪式去迎接这每日一瓶最新鲜的礼物。那时候每一个人的生活费也就是在8-9块钱，那时候大米也就是1毛多钱一斤，一瓶奶也划到1毛多钱一瓶。想一想，那时候喝牛奶是个多么奢侈的事情。时光的更迭带走了一些人一些事，但城墙的砖依然是那块砖，梧桐依旧是那棵梧桐。
人生多少事看清了，想开了，淡了，忘了，唯独儿时的那种味道始终忘不掉。哎呀，老板娘你好。你好，我站班子前夫。其实要说到好吃的烤鸭，那绝对要拐进巷子深处才能找到。烤的蜜糖般油亮的皮，包裹着纹理如年轮般清晰的鸭肉，中间夹着一层雪白的油脂，令人垂涎欲滴。烤鸭配什么？对于南京人而言，非面条莫属。而南京的面馆有很多，最为出名的就是大碗皮肚面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大碗皮肚面，欢迎啊！这些充满着情怀的食物，不动声色地占领了南京这座城市的舌尖，也拾起了老赵对家乡味道最初的记忆。我有不少朋友都跟我说，你这么大年龄了，又回国了，你怎么整天还像年轻人一样情怀情怀的？一代代人在更替，住址也在变更，但唯有情怀就像秦淮河水一样不停地流淌，唤回远在他乡的故人。小皮球，香蕉梨，马兰开花21，28256，28257，28293011。只要味道不变，